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碳捕捉与储存技术》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碳的偷心大道 c o 2的悄悄捕获；二、碳的绿色饭盒，封存气体的午餐会；三、碳的舞台剧，二氧化碳的戏剧性转变。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碳的偷心大道 c o 2的悄悄捕获。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地球上的老大哥——碳及其在气候变化这部大戏中扮演的角色。碳这个元素无处不在，从你的铅笔芯到你的 DNA，它都有份参与。但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碳的一个特别形态——二氧化碳 （CO2），一个既是生命之源又是气候之敌的矛盾存在。二氧化碳这位偷心大盗，它悄悄地从工厂的烟囱、汽车的尾气管，甚至是我们呼出的每一口气中，逃逸到大气中，偷走了地球的平衡。 引诱了全球气温上升，它就像是一个不请自来的派对客，不仅不走，还不停的把温室效应的音量调高，让地球的派对变得越来越热。但是人类并非坐以待毙，科学家们像是侦探一样追踪这位偷心大盗的踪迹，并且发明了各种捕捉器，试图将他擒拿归案。这些捕捉器有的像是高科技的蜘蛛网，能在空气中捕捉 CO2，有的则像是地下的秘密监狱，将 CO2 储存起来，不让它再次逃逸。 其中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一种叫做碳捕捉与封存 （CCS） 的技术。想象一下，有一群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碳警察”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将 c o 2从工业排放中逮捕出来，然后将他们锁进地下深处的“碳监狱”。这些监狱可能是用过的油田或天然气田，也可能是深海的岩层。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它是真实的，而且正在进行中。另外，有些科学家则是在研究如何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忙。 植物是自然界中的碳捕捉高手，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将 CO2 转化为氧气和有机物质。因此，植树造林成为了一种既简单又有效的碳捕捉策略。想象一下，如果树木是碳的预警，那么每一片森林都是一座巨大的碳监狱。当然，这场与 CO2 的捉迷藏远远没有结束。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技术、更多的绿色政策以及每一个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将这位偷心大盗永久的关进地球的安全箱中。 这是一场长期的战役，但有了科学的智慧和人类的决心，我们有望最终获胜。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棵树，或是听到关于碳捕捉技术的新闻时，记得，这不仅仅是自然和科技的奇迹，这是我们与碳的偷心大道、二氧化碳进行的一场智慧的较量。而在这场较量中，每一个小小的努力，都是对地球未来的一份贡献。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碳的绿色饭盒，封存气体的午餐会。 各位同学、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碳的绿色饭盒封存气体的午餐会。这个标题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科幻小说的篇章？但其实这是一个关乎我们地球未来的重要议题。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这位无所不在的老朋友——碳。碳，这个在元素周期表中占据第六位的家伙，是所有生命的基础。没有它，我们就没有 DNA，没有蛋白质，没有糖，也就没有生命的复杂多样性。但是 碳也有它的另一面，当它以二氧化碳 CO2 的形式出现时，就成了温室气体的一员，对地球的气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个绿色饭盒。在这里，绿色代表的是环保和可持续性，饭盒则是指我们尝试创建的一种封存碳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碳捕捉和封存 （CCS），它的目的是捕捉工业排放的 CO2，然后将其安全的储存在地下，防止它进入大气层加剧全球变暖。 想象一下，地球就像一个巨大的餐厅，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餐厅的顾客。我们每天都在享用由化石燃料提供的能量大餐，但这顿大餐的副作用就是产生了大量的 CO2。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些餐后垃圾，那么我们美好的餐厅——地球，就会变得热得让人无法忍受。于是，科学家们就想出了这个绿色饭盒的点子。他们说：“嘿，我们不能就这样让这些 CO2 四处乱跑，我们得把它们打包起来。” 放到地下去，这就好比是餐后我们使用饭盒打包剩菜，以便不浪费食物，同时也保持环境的整洁。但是这个午餐会并不是那么容易打理的。首先，你得有足够大的饭盒来装下所有的 CO2，然后你还得确保这个饭盒不会漏，因为如果 CO2 泄漏出来，那就前功尽弃了。此外，这个饭盒还得经济实惠，毕竟我们不想为了打包剩菜而花掉所有的午餐钱，对吧？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有的饭盒是用废弃的油气田，有的则是用深海的岩层。科学家们还在不断研究新的材料和技术，以使这个绿色饭盒更加安全、有效和经济。总之，这个碳的绿色饭盒项目就像是一场大规模的地球级午餐会的清理工作。虽然我们还在摸索中，但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为了我们和地球的未来，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的餐后垃圾，这样。 我们的后代才能继续在这个美丽的餐厅里享受他们的午餐，而不是被迫在一个热得像烤箱的地方挣扎。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碳的舞台剧《二氧化碳的戏剧性转变》。各位观众，欢迎来到这场由元素界的大明星碳主演的舞台剧《二氧化碳的戏剧性转变》。我是您的导演兼解说员，将带您领略这场分子间的戏剧冒险。目一，碳的单身派对，在这个宇宙的角落，我们的主角。 碳，一个四面楚歌又极具魅力的原子，总是能找到伴侣。它可以与氢、氧、氮等多种元素搭档，形成各种有机化合物。但今晚，它选择了一个简单却强大的伴侣——氧气。两个氧原子紧紧抱住碳，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这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碳。木二，温室里的狂欢。二氧化碳一旦形成，就会被释放到大气中，参与到一个全球性的派对——温室效应。在这个派对中， 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氮氧化物等共同工作，捕捉地球表面的热量，让地球保持温暖。不过，如果这个派对变得太疯狂，地球就会发烧。这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的全球变暖问题。木三，光合作用的魔法。但是，有一群生物，植物，他们懂得如何利用魔法将二氧化碳转变成生命的源泉。在阳光的照耀下，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葡萄糖和氧气。 这不仅仅是一个化学反应，这是一场生命的盛宴，是二氧化碳的华丽转身。目四，碳捕捉与封存，人类也不甘落后，他们发明了碳捕捉与封存技术 （CCS）。这项技术就像是给二氧化碳穿上隐形斗篷，将其从工厂排放中捕获，然后送到地下深处或海底，让它不再参与温室派对。这是一场高科技的前行行动，目的是减缓全球变暖的步伐。目五，碳循环的轮回，最后。 我们必须认识到，二氧化碳只是地球碳循环中的一个角色，它在大气、生物、海洋和地壳之间不断循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个循环保持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随着幕布的落下，我们的故事告一段落。但请记住，二氧化碳的戏剧性转变并未结束，它将继续在我们的地球舞台上演绎着它的角色。我们作为观众，也是参与者，有责任确保这场戏剧能够继续下去。 而不是走向悲剧的结局。谢谢大家，希望您喜欢这场由碳主演的分子间戏剧《二氧化碳的戏剧性转变》。别忘了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我们共同为这场戏剧谱写更美好的未来篇章。各位观众，今天我带你们了解了一个关于碳的故事。这个元素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而二氧化碳又是地球上的一位偷心大盗。我们谈论了科学家们追踪和捕捉 CO2 的努力。 以及他们发明的捕捉器和碳监狱。我们还谈到了大自然的力量，比如植物如何通过光合作用捕捉 CO2。最后，我们提到了碳捕捉与封存技术以及碳循环的重要性。通过这些故事，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并非束手无策。虽然这是一场长期的战役，但我们有智慧和决心来对抗这位偷心大盗。无论是科学家的研究、创新技术的发展。 还是每个人的小小努力，都是对地球未来的一份贡献。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棵树或者听到关于碳捕捉技术的新闻时，记得这是我们与二氧化碳展开的一场智慧的较量。每一个小小的努力，都是对地球未来的一份贡献。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